松伸轴化搭配手的应用，啊，这个在活步推手里面是很基本的东西，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要怎么样去实际应用？好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从基本的动作开始。那首先我先讲一下，正常来讲，我们要将对方的弓字去把它轴化掉，哦，比较粗糙的做法是什么？啊，比如说他推我，他推，他推。哦，我们去用手很大的力量去把他的手拨掉，这个也是手化的一种，但是相较于我们是太极拳，就没有那么的好。我们再做一遍，你不知道对我们把它拨掉，那这个不是我们要求的东西，啊，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？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啊，比如说他推我的时候，好，我知道他推我，那我听到的瞬间，我去身体走化，啊，我就是推，好，这样。那我们搭配手要怎么做？如果说我们松身之后，然后松，还是推我推，一样用力量去化掉，那这个也是不对的。对。推我的时候，身体松伸，然后加上手很轻盈的去把它拍掉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四两拨千斤。好，我们再做一遍。好，来，你过来这边看，来这边，这边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注意一下，看一下手。好，他推我的时候，好，身体松，然后手顺势一点点的力量带开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松伸加手的走化。哦，那但是。对，这样子做也可以啊，比如说他推，好，哦，这样子带，好，哦，或者是来推，这样子带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那但是你一开始，我们先可以脚先定的做。